现场是有没有就是有两个小孩的妈妈或者是爸爸举手？哦，刚看到很多不是吗？好，这两个是我的小孩，然后然后我刚刚其实有看到一些就是亲子共学团体，那我的小孩已经这么大，所以其实在他们小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做过很多事情，包括一些社会运动我都带着小孩参加，还有今天的这个就是婚姻平权的这个游行，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社会课，对，真实的呈现。现在还是可以参加共学团，我刚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妈妈以前肚子比那还大，对，双胞胎。那这一首歌在创作的时候啊，其实我心里想着一个人，然后那个人是我的奶奶，我其实是隔代教养的小孩，其实我小的时候也是很多事情不敢讲，对。那写这首歌快要做结束的时候，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写完它，然后我就听到了一个很多年前认识的朋友宗翰，就是哈利敏，他的故事，然后就让我有很深刻很深刻的感觉。那我希望今天这一首歌就是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唱，然后如果你最爱的人就在你旁边的话，那你就紧紧的牵着他的手，然后一起听我说故事唱歌。一条狗弯的天顶，谢谢。
好不好？我们工作人员一起上台，因为真的非常非常时间非常短促，可以促成这一次的游行。其实有很多很多志工的帮忙，所以我们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志工朋友，我们要不要一起上台，来跟我们一起合唱这首歌？不会唱也没有关系。来来来，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我们的志工朋友。的大家一起唱《黑公案例》，就说如果我们我们也不晓得我们可以作伴到什么时候。那这一条路啊，就是弯弯曲曲的，然后很崎岖，不好走。但是 can't hit his 走的行动人，就是手牵紧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一起走得很远。好，黑公案。跳过我天顶一，天黑黑，就是手牵紧紧，我们就可以走很远。希望台这个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